点燃的瑞文，点燃叫多兰之刃。一级的话呢，我学他一首 W， 他肯定是学 Q 或者 E， 能在草丛。行，前面一个草丛不去了。这个皮肤很有感觉，他在点燃，我一波拼不过他。但到了三级之后，他就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会利用我的无情铁手来戏耍他，但是他好像掉线。瞪我一下，没 Q 了， Q 马上又好了。这波钱我不，这两个兵的话呢，要不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这边第一阶 W， 这一下不亏，流血加小兵打死他。好，二级血，他应该是要学护盾，肯定是要学。到三级再跟他打，现在不跟他换血。哦，哎，外圈刮，哟，你敢学 W？ 吃药，他有点燃。哦，我不进入斩杀血线，他就没办法，他打也不在的。三级了，兄弟，有 W， 我把他拉过来先 Q 他，这个炮车我先把他吃了。他现在只要靠近兵，我就给他个无情铁手，拉到就直接 Q， 他是没有办法放技能的。哎，我这个兵丢了，没事，打野不敢来。十外圈刮，你怎么说？哎，你没办法，哎，你没办法，哎，我疾跑一开，你怎么说？那给你装。哟，那我不虚你的呀。好，吸血，漂亮。哎呀，他不追我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我就等他闪，他不闪。搞得我很伤，野怪也不打，这搞真的是，没事，我勾引我，好，他上当了，过来吧，把他定住，外圈刮完美，他动不了，他无法交闪和阿尔法突袭，这波他没点燃的，他有闪我也有闪，你闪我闪，好，来，怎么说，把他定住，定。不行，还有闪，这塔太痛，前期塔太痛，我忍住了，我忍住了，你还不回家，那你就死路一条。我血量在不停的回，而你却回不了，你这波一直别动，很好，躲我一波，没办法，没事，不亏。哎，塔打我一下，我走。这打野等会要来，那你打不死我的呀，你打不过我的呀。外圈刮，反手拉 A 他十 ，AJW 再十，哦，这个东西，一手 Q 闪 Q 雷做人，反手还跑掉，你以为？来个这个。再来一个不假啊，这带瓶药六得一，这个线他也炸，忍者足具他炸了，这个瑞文炸了，这手 Q 闪世界级教学，不谈，不要跟我谈操作和反应，说我反应不行，说我年纪大了反应下降，我问你刚才这一波你怎么解释，解释不了的。这个线很好，上前就拉，啊，拉完就 Q， 慢了 ，Q 的时间点不对，哎，好，好，他完了。啊，完了，我风机出发了，我吃个药了，我提前吃药了，血度出发，平 A 接他个平 A 接，内圈刮也无所谓，因为我血诺无所谓了，血量巨多，
爆炸，回家，赶快推完一波先回家。起飞，这瑞文只要是劣势，他打诺手就没法打。哎，我只要肉得住。OK， 八百块。现在这个剑圣来已经没用了，他前期在上路浪费了两波时间，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，这对他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外悬挂，走，这波塔皮我想摊一手，就摊一层。我回家了。感谢老马膨胀膨膀胱胀得慌送上的小飞碟2000个，谢谢膨胀兄。对，感谢膨胀兄啊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2000个小飞碟，等同他一个超火，我心里有数，好吧。现在六级没什么用了。我太弱了，我现在护甲98了，他是纯物理输出，我出护甲很赚，这波现在给他一控，操作不谈，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手速微操。不要细节嘛，不谈啊、哦！什么叫操作？这个就叫操作，知道吧？啊！还没来吗？要把线控在这啊！锻炼你的操作，知道吧？锻炼你的微操，想点谁点谁，很准，看到没？啊，准的一。那混战当中是很有用的。知道吧，我们想点谁点谁，点中间兵就点中间兵啊，走 A 又很顺畅，你说他怎么跟我打，王者操作。啊，人跑哪去了，还没来，挂机了，三个人头全在我这，看来我的队友有点垮嘛，这个小兵你敢打就是一个拉。哦、不打可以，能忍，小青年日后必成大器。我打的每场比赛都是主场，让他一波，等我铁手好，铁手好就干你。哎呦，这个小兵你不能吃的，吃就是重伤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只要吃一个兵就重伤，这炮车你敢吃吗？你敢吃吗？拉过来不给你吃，咦，高的一，嘿嘿，打他一点血还不给他吃炮车，细节，这就是对线细节，你的对手强不强就看这些细节，你有没有压力都看这些细节，这个兵你敢吃就是，这个兵你敢吃就是，等一手。小兵你敢吃吗？你什么外圈刮摸不到我，哎，你摸不到，很舒服。哎呀，不能放技能，躲不了，操作要快啊，要快，不快的话他就能放 E， 放 E 钻到你的内圈就炸。他有点忍不住了，你看他的走位有点想跟我打，他打不过我。哦，一段你再放，两段，三段炮车你敢吃，把你拉断，死，拉断，没有输出卡位，已经提前卡位了，开起跑 AJW 了，吃药了， A 了，没 A 出来没关系，再 A， 再什么，哇，这个多气啊，这个外圈刮怎么没有刮到啊，这么多兵线，我受不了了。一个闪现闪到他的，我这个 Q 是外圈 Q，
但是我利用闪现让他变成了内圈 Q。我瞬间有点凌乱，很烦，难道是因为没有喝茶的原因？看上去很简单，但我就喝一口浓茶，大煞四方。浓茶一喝就没得玩，我这波好伤啊！哎呦，这波真的好伤啊！这塔打我太痛了，我有点膨胀，空塔杀他有点膨胀。但是这波是肯定杀的，失误，我操作太快了，说实话操作太快了。哎呀，我很烦，我这个阵亡之后我心态有点不是很稳，擦个眼吧，我心态受到了影响。他这个不是很怕，不是很怕我AJW 宝树，你怎么又来了呀兄弟，你这哎我就搞不懂啊，这个剑圣老是来上路，我有眼的呀，你从现在开始开启王者模式，再不开这把赢不了了，王者模式开启，这个剑圣捞得一，他上来抓我两手被我杀掉了，他还要蹲，我这个这两次阵亡说实话这个局面我感觉不太好的，不可能再死了，我一次不会再死，从现在开始一次不会再死，因为这一把很难打，我必须要后面要 carry， 不然赢不了，我能感受得到这把队友有点小垮，来赶快呼叫一波队友，快快快快快反蹲，我要杀这个剑圣，这剑圣好烦，捞的嘛淌口水啊，你来上路嘛，我王者模式一开你就是浪费时间的，你知道吧，他不懂，他不懂，他懂的话他第一波就不会吃亏，小老板没吃过亏，我只能这么说，没吃过亏，行，我得把他吃下亏，这把很难打，我现在不能浪了，我去真的不应该浪的，现在相当的后悔，上路吧，刀的嘛都很口水啊，上路多难抓啊，打皮也没吃到啊，不可能再给他抓了，哎，你再抓我一次我就服你啊，你只要能再抓到我一次我就服你，一点机会都不会给他，放心好了，不可能给机会，他把龙吃了，他不在，哎，干你一波就跑，帮你一下怎么说，不服不服你就往前上，塔皮没吃到，这波真的是好烦好脏啊，这盘拜拜，剑圣马上要来了，愣头小青年看到这种线他就会来的，知道吧，高得一的淌口水，来抓上这波，抓上他敢抓就是双杀，剑圣在下我看到了， OK， 这瑞文给他先把技能放了，他检查了一波草丛以为我走了，好，这波他死了，快点兄弟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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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机会，哎，算了，这个没有机会，再不上没机会了，很好，那你就没了呀，那你就没了呀，那你就没了呀，很好，他剑圣在下没事，
不会再死了。我不打比赛，我就是比赛。不可能再死一次，知道吧？记住我的话，这盘必须要 C。我港 C 愤怒了，老实蹲我。单项已出。所以这就是板凳的样子吧。来个睁眼。六分钟才三项，本来我可以发，哇，他都无尽了吗？这个，当你完成训练后，来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才是王道，知道吧？你不帮我，这盘就很难赢，你信我，兄弟。王者诺手在上路，我吃完一波线，我去一下中吧，感觉他们有点打不过。取胜的关键就是把球传给我，听到了吧？取胜的关键就是来上路一波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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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抱团抱团抱团！我大招还没好，但这一波的话，如果我收割一波就能起飞。我一个三项，有点小脆。洛提雷斯来呀！哎呀，完了！啊，再打你兄弟！洛提雷斯过来呀！洛提雷斯，洛提雷斯过来呀！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洛提雷斯，很好，先拉开。终于来了，我靠！真的是让我等了，哇！哇，他终于来了，但是这个来我真的是已经无语了，家都没了。你在一个辅助你在干什么？花皮剑圣嘛，我都看着他们我都头皮发麻。真的一个头。我们先出一个大腰带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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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，先跑。这个机器人走位走位走位，外旋刮 AJW 外旋刮 A 反手拉 AJW 卷怒触发外旋刮一刀斩，你怎么说 ？AJW， 你以为外圈刮没刮到无所谓，都得死。OK， 风筝放的不谈，完美，世界级操作，不靠装备碾压，没有什么意思，靠的就是微操。OK， 很舒服，又搞个头。行，我们先发育一下。这条小龙可以搞一搞，他们就三个。把这个剑圣斩一波，这剑圣是愣头青，这个小法再斩一波，这个小法202。行，很好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来。他已经被包围了。搞他呀！哎呀，行，来杀，很好，没把他定住吗？什么鬼？走，可以搞一下，可以搞一下，他们少人，外旋刮，
很好。AJW 先触发雪诺，一刀斩起飞。你减速了，兄弟。剑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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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一波剑圣。剑圣跑不了。哎呦，分开了哟，大哥哎，没有智慧啊，对，那浪费时间了，他在浪费我时间。很好，我在进一个 A 接 A， 我不出招，我 A 接 W， 外圈刮 A 拉回来 ，A 先杀布里什，烧你烧任你烧，外圈刮大杀四方，两个全死。哎，那个没刮到，行，可以不亏赚，赶快回家把这个守一下。很好，七个人头，有望起飞，有望起飞。疾跑马上好，下一波可能要教他们做人。很好，我再带一波，反正他们人死了，你敢跟我打你就是死，我十三等，打你如同切菜。来来来来，勾引成功，勾引成功，我有意的，反手一个拉，外圈刮，这没定住，走吧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定住就死了，因为他是连环定，我不让啊，我先回家，行，水晶复活，有搞头，这波有搞头。他主要有个机器人，不然就是切菜。给个大龙，给个眼，好吧。好，很好。掉线没有？你是我拉过来 ，AJW 缓双缓速十，很好，上当。哇！赶快走，这个小法打我好痛啊！我没魔抗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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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别打，很好，别上啊，别上，等我一波，等我到位，我得买个魔抗，我觉得好，可以打他们机器，他们那个剑圣在上路，来海底捞，他死了，海底捞他小法，哎上啊，先外圈刮，没刮到没事，拉 AJW 接外圈，一刀斩出发血，哎呀，外圈刮皮都得死，只剩一个布里茨，来大龙，哦，在我的带领下成功翻盘，没事，他一个没用，下来你鸡鸡。走你反面，还搞个头，多帅哦！走了上去了，成功翻盘，来个绿甲，再来个血手，很好。终于翻身了，终于翻身了。愣头小青年现在头铁不起来了，你头有铁我就你头打打裂，头铁劈死你，一刀斩，武器大师不虚的，绝对打得过，想都不用想，绝对打得过，要知道他是武器大师，我再拆个塔，火龙你们吃，
我拆塔，我这波勾引，哎呦，行，我再拆一个，我再拆一个，可能打不过，没有我在可能打不过，但我能推两个塔，推两个塔很舒服，没有我的无情铁手队友打不过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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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，可以赚高地，你们是不想要了啊？瑞文活了，算了，还是回家吧。绿甲在手，来，不怕老鼠上，AJW 外圈刮拉回来，缓速缓速触发雪诺，外圈刮一刀斩，都得死，你迟，无情无情铁手，流血流死，搞这个东西，你以为都得死？这波我没有推他们高地，我选择回来打是正确的，完美。血手差一点，血手一出我就没死不了了。如果我要是推高地，其实可以推得掉，但是不划来。我现在选择战斗。这个瑞文现在就是一个超级兵，在我看来他就是个超级兵。没事，拉他不着急打他，外圈刮 W Legendary 塔收掉，塔收掉，底池缓速行撤。诶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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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队友怎么说，很好，他们这里没有眼，这里没有眼，海底捞了，你跑不了了。外圈刮拉回来，一刀劈 W 是一刀劈，这个 W 直接打他三分之二，就不用大招，一刀劈三分之二，问他怎么说，耀光的伤害加上 W 血怒的伤害， ADC 直接爆炸。不理他，你想干嘛？外圈刮，我很肉的，拉回来 A 接 W 接，外圈刮跑得快 ，A 他就 F 做 A 他 A， 外圈刮接 A 一刀斩，反手拉拉开，走你，走，放不对，剑圣来了。不然我可以打，剑圣不来绝对可以砍，全部砍翻，反手再来个金身，怎么说？秒不了我了，血手加金身根本死不了。只不过这波没闪了，但没关系，我有相位猛冲，加上我这个移速，没闪也有战斗力啊，不会被风筝，只要我拉到就触发风起。这波并不是卖老鼠，我相信老鼠完全可以理解，他一句话不会说的，因为从我的血量能看得出来，我没有办法再帮他了，他心里有数，所以他不怪我，他怪我那他真的就没办法了，对吧？那我没话说了，就我这个操作加上我这个战绩加上我对于血量的控制，他现在对我是膜拜。来跑起来，被偷了，别，等一下，等我到，等我到，我不到不好打啊，等我到，好，来锤他们，这个地方就来先外圈刮起手 ，A 接 W， 再接 A 拉回来，再接 A， 外圈刮没刮到，很伤，一刀斩池，先规避一波。回他一口血 ，AJW 一刀灌死，还有谁？拉我把你劈死，来拉我，我有钉，你敢拉我？你不拉我追你，我跑速贼快。好、哦，钉，啊，这手钉满分，拉他，定他，别动，动不了，
哎，我外圈刮你动不了，你往哪跑？一刀斩之，一刀斩之，外圈刮 legendary， 大龙收掉，是复活甲到手，外圈刮很舒服。飞喽，预备，收掉。啊，他的这个剑圣刚打完小龙，来不了。拉他 ，AJWC 外旋刮，50块。奋斗小青年，好，大龙已收，复活甲，神装六神装。来，我吃20块就够了。我吃一个炮拆，没事，我就吃一个炮拆。好，你收回家，药水。变大，我现在是爸爸。没有，这波没有双招，但没关系的。我现在任凭他们打我，无所谓。卷怒出发，他们有的打。别浪，上去了，别浪。哎，别浪，快跑，推下，跟着我的步伐包赢，斗鱼包赢马，来，我现在一打三嘛，轻轻松松啊。下一波有双招了，准备来一个5连跳5杀，好漂亮。哎呦，你风筝我，行，拿你没办法，拿不到。哎，我需要你们第一波的这个扛过来，很好。外旋刮不上 OB， 哎，忽悠，哎，好，海底捞的状态，你怎么跑？你怎么？哎呀，不给我触发大招，回来一刀劈死啊！我现在是疯狗，一刀劈死啊！还有谁？怎么说？听说你前期抓我很舒服，我现在是愣头小青年 A 接 W 接，外圈刮接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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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刀斩死。还有谁 ？Legendary， 你跑，你绕塔来，绕塔，绕塔，你这个嘛怂的嘛都不能逛，这个就不敢阿尔法偷袭，给我没有办法了，啊，是。外圈刮怎么说？一丝血，但是他都不敢看我一眼，真的不敢看，看都不敢看一眼，直接就给个破败，开个高原旋筒撤，哈哈哈哈哈哈啊！